哇，这次丰收，好多鱼！哇，好多鱼，好多鱼！那什么鱼啊？哇，大丰收！哇，大丰收，大丰收，在上面，它在上面！哇，这乌鱼吗？不是哦，是木鱼。哇，四条！哇，好大哦！哇，这个鱼好新鲜！哇，哇，厉害厉害！哇，大哥你好厉害！哇哦，真的厉害啊！真的是厉害啊！都再慢一点就跑掉了，慢一点就跑掉了。他脱网了哈、哇，你真的好厉害哦！刚好那个小刀都滚。运气真好，你要过去养。哇，这次丰收，好多鱼！哇，好多鱼，好多鱼！那什么鱼啊？哇，大丰收！哇，大丰收，大丰收，在上面，它在上面！哇，这乌鱼吗？不是哦，是木鱼。哇，四条！哇，好大哦！哇，这个鱼好新鲜！哇，哇，厉害厉害！哇，大哥你好厉害！哇哦，真的厉害呀、真的是厉害呀、都再慢一点就跑掉了，慢一点就跑掉了。都脱网了哈、哇，你真的好厉害哦！刚好那个打到那个。运气真好，啊，这个什么鱼你知道吗？裸刀。啊？裸刀。什么？裸刀啊。裸刀。裸刀。裸刀和裸刀。裸刀。裸刀。嘿嘿。哦，裸刀。刀刀是裸刀。长长的人。哎呀，我看起来好像是木鱼啊。哦，去到这里去了，厉害了吧？哇，一直过，穿到洞里面了。对啊，跑不掉它。从外面。对啊。从外面。从外面撞你的网。哇。它不掉了，就掉了。不大一点就不会跑。哇，你看你大哥。你看你大哥做了四围，哇，哇，厉害厉害，你哪够厉害？不是教他教我的，他教你的，对，啊、他没有打过，他怎么教你啊？他没有打过鱼，怎么教你？哇，真的是，他不要来钓这个鱼啊！哦，从台中来的，从台中来的，台中，台中，嗯，对，台中来的朋友，啊，你是第八仙洞来的朋友，瘦瘦的哦，裸刀，裸刀好吃吗？好吃啊，好吃啊，它是汤哦，甜甜的，运气真的很好，哇，好大一尾，四尾好大，不是啊，裸刀不是，裸刀，裸刀，他说裸刀。哦，这个袋子好好玩。袋子
都装满了，四尾装进去就装满了。我这个知道。哇，这个很大，这个哇，这个这个漂亮，这个漂亮，哇，这只漂亮，哪招？哇，这怎么样？好漂亮。哦吼，好大一尾哦！哦吼，哇，好大一尾！哦吼，哇，很多了！哦，厉害厉害，好厉害！你要过去阳台、凉亭那边吗？哦，两个啊。OK， 哇，刚好一个，我长大了，哇，哇，厉害厉害，好。